这个完全没有用梳子梳过就吹干而已。第一，我刚刚有讲，视觉看什么？颜色。有没有变深色？有。我保证我们没有用梳子吹，有我来交代，原汁原味。我要的是看到0.1的肌肤。好，我要的看到的是这样。好，第一个发色改变了，来，刚刚有上来偷摸他的来。谁？再摸一次，来，再摸一次，好，你们恁来摸看麦啊，他很可怜的。等一下下午如果没有帮他洗，他回家要自己洗，是不是？因为他自己一半嘛。好，来，好，摸一下。第一个，第一个是视觉，也就是颜色的变化，它是不是变深色？第二个就是你的触觉，它的蓬松度。我跟你讲，热内结构不可能柔软啊。为什么？因为它补的是链腱组织的部分，而不是外结构，不是外结构，所以它就只有吹干而已。所以你摸得到它的蓬松，蓬松，还有再来就是它的强韧度，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我在店里面，另外一条收入，非常可观的收入，非常可观的收入。好，这样做完之后，这是第一次，我有说了。修不行的东西不是一次就成型，但是你必须第一次就要让它有感觉。你下一堂课会来吗？因为我要问他说他自己回家洗的感觉。好，那你现在自己摸完你的头发，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想？哦，你看就差很多。比较顺，对不对？比较蓬松。好。啊、你的声音不能听那么好听，我要看 MV。这种声音很磁性，我很喜欢这种沙哑。这样子发色大概多久做一次？我通常这样子的发，我都一两个看他这几天大概就去干。他们认为客人是傻子，他这样子的话，他会知道你就是刻意要让他，就是要让他来，就是要赚他的钱。这样子刚开始啊？对，没有，我怎么讲？他其实没有到结构松散的地步。它就是头发的一些内结构，有一些结构性有跑位，再来就是它的外面的毛鳞片是外翻的。那像这种发底不需要每个礼拜都来做内结构，但是啊，老师，那我们就各位探你几概念呢？你忘了你还有外结构吗？所以第二个礼拜要来做什么？做外结构，你就可以贩卖产品。然后请他做外结构，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我们补了100%的氨基酸跟蛋白质在里面之后，头发这么毛鳞变外，哎，你看它这里紫色跑出来了耶，变深色的紫色啊、OK， 当它的再经过一个礼拜，有可能它天天洗，有可能三天洗一次嘛，或者几天洗一次，好，有可能嘛，对不对？那因为它洗发的次数的多或少，会影响它流失的快跟慢。那当他即使让他三天洗一次、两天洗一次，他流失呢，到下个礼拜至少会流失40%以上。但是他有10%洗在里面，60%，这60%会不会因为你这次没有做外结构而又再流失？会哦。所以第二个礼拜我们都会请他回来做外结构。外结构是怎么样？就是所谓外嘛，就是从外面帮他包覆住，就是把他那60%存留在我们的发体里面。几次看它的流失量，如果它流失的非常快，因为有时候它回去可能每天给我洗深层洗也不一定，所以看它的流失量，流失量非常的快的话，它可能第三个礼拜就必须要做内结构。一号和二号，对，但是呢，它还有秘密内结构，还有秘密在里面，这一套要学，不会在这边公布给你们知道。那你要让我们知道说，它这个本身它是用这两项，还外加什么？就是氨基酸跟就产品啊。对啊，我说指的是一号、二号还是什么？没有这个东西。这里没有这个东西。这个是专攻在烫发，烫发。对啊。我来讲啊，这波是我头家的啦，这波是我头，我跟你讲，我今嘛就是，我现在就是在丢糖果给你们吃啊，跟你们上钩了，对不对？就来找我了，我暴露太多，那我上个去那边跟你修熊吗？是不是？然后没空等下一批，是要赚钱就等下一批，好吗？好，你快。像回去我们就可以先赚这保养费了。
所以要上课才能赚这个保养，对。好，来，没关系啊，因为这个要讲真的是讲太多了哈，我先让你们感受一下，你们当你们有欲望的时候，我只是跟你欲望，我都心不如死。OK， 好，这是我们结构性的步伐哈。那如果你真的有需求，像我真的，我必须要再帮你洗另外一遍的话，我们杰鲁老师会帮你清洁干净，你们欢乐啦，好，不用担心。OK， 好，我们去前面坐。好，我们要做顺路，我今天用洗发精洗而已。我就是要让你们去摸看看它的发质、它的质感。他没有做出，我只洗一次而已，对不对？就风水了，因为可以，来，那你摸触摸它那个质感，我还没有擦任何东西，对不对？你可以坐这里，还没擦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擦。那你摸摸看它的发质、它的质感，比原本的好，掌声鼓励一下。比原本的好，就跟刚刚妮可老师说的，越烫越健康。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来秀这个流程。流程，你们还记得那个流程吗？哟呼，忘记了，等下没奖品。记得等下就会有奖品。所以呢，你看我做起来我还没有吹干，还没有抹任何东西，它的头发是柔软的，因为我们当初在烫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做重建精华的打理，一直打，他打了三次，不是打，是上了三次，然后我后面也有见证人，你们大家都静静在上，我从后面拉一个，来美女来一下，就是我在帮他。上重建精华第一次的时候，还没有上的时候，我叫他先去测试那个弹性。上了一次的时候，我还要请他再去拉。然后上了第三次的时候，我再请他去拉。结果是怎么样？发尾，好，谢谢你，他虽然长得很可爱，可是他的头发会骗人，人不会骗人啊，人不会啊，他的头发会骗人，他是因为刚染过，他染两个礼拜之后，他染我们偏那个橘红色，所以可以感觉说他的头发是比较瘦削。但是我们洗完之后，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他除了发尾大概五公分这样子是严重受损，其他都是轻微受损而已，轻微。所以用轻微，但是所以他的两节法的落差就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在发尾 的地方有加强重建精华的打底，你打的比较充足的话，它的头发强韧性会增强。这样子的话，你等一下在上一季软化的时候，它的头发才可以承受它的药性。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们的药水是偏碱性嘛，对不对？对。然后我在帮他上药水的时候，妮可老师刚才没有讲调制药水，有前面有，后面都没有听到吗？后面的刚刚有没有讲到调制药水？所以我们的美女一直问我说：“老师，你是怎么调的？是怎么调的？”不要再问我，等一下妮可老师会洗。没有，这个就是你们之后在上第二堂跟第三堂的时候，妮可老师在课堂上会教你们如何去调配客制化的药水，就是你们来上第二堂、第三堂才会有的福利。他会教你们特调，教你们怎么把药性变弱。药性变弱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添加一些营养物质就可以让药性变弱，但是怎么让药性变强？
人知哈、哦，要先边讲到人知，后代表到没人知，那就来上课你就会知道。不行，我讲太多，尼克老师会杀了我。生成金豆物，生成复活喜，把元素重建精华，超好多氨酸，把元素。好，谢谢。正确答案，所以我们今天的字就是我们生成金豆物，还有生成复活喜，把元素重建精华，还有我们超好多氨酸，还有还原精灵，这五支产品，我今天都在我这位美女的身上使用到了。还没有上任何东西，你们摸起来，她头发是强韧，是有质感的。而且你们还记得她刚刚要烫之前的发色吗？偏橘嘛。你们觉得她现在烘起来头发变深了？为什么会变深？对对对对。因为保湿。刚刚呢，经过我们的一号跟二号，一号是什么？金头乌。第二个是复活喜嘛，我说的洗澡要脱衣服，所以我们把细鳞还有那个微量金属都给它带掉了。那刚刚我在呢外面呢，已经有帮他做稍微的裁剪。很多人怕头发坏掉，一定要怎样？剪掉。不一定，啊、哦、不一定。那我刚刚已经有帮他做稍微。买卖挂衣，好，现场我上水去看我好不？来，好，那我是很搞的。来，那我们现在开始执行第三个动作。我有说过了，虽然我们不讲理论，但是我必须要让你知道一二三四五到底要该怎么操作。那一二我们已经做完了，啊，就把微量金属还有细鳞给带掉之后呢，再来我们要开始做重建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要如何让头发可以恢复弹性？那在使用三号的那个重建精华之前呢，请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动作，要非常的专业，你下力一点爱者，也就是拉它的弹性度。你们在做软化会成功与否，跟这个软化的拉的弹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在施法的时候，它的延展力，也就是说，哦，我从一公分拉到三公分的时候，在回复的弹力的速度来算。你才知道等一下你软化完它到底有没有软化，懂我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不能不拉哦，就像我刚刚他在讲话，我们他那个阿信老师在讲话之后，我一直在慢慢在摸，有在注意的人就知道我一直在拉弹性度。为什么我要拉它的弹性度？因为我等一下要补到哪一个弹性很重要，以后我一定要把它的弹性给补回来，我才有办法烫发嘛。好，好，那所以我现在是执行三号的重建精华，开始做打底。那你可以一层一层的慢慢，如果说你自己的手法不是就是磨得不均匀的话，就是要一层一层的，那大概就分三层啊，不用挂在那里啊，搞搞啊，不然你挂了什么的，然后你过几点钟啊，好，已经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大概呢就是把他的头发呢稍微做一下重建，那发尾越受损的地方呢就要做越多次。越多次 ，OK， 好，我们现在要先做第一次哦，那 OK， 来，好，那因为模特的发型呢，刚刚说了我要先问诊，所以我刚刚有问他说，那我刚刚讲提到第一个要先问诊，所以我先问我们模特，为什么你的发尾会如此的不堪？他发非常的受损嘞，哦，他刚刚干的看不出来。所以瘦身法要判断干的还是湿的，湿的时候判断还是干的判断？湿的，为什么？弹性，对不对？因为你在干法，无论你漂到什么，如何的弹性皮法，在干法的时候，因为硬角质在外面，所以你再怎么拉扯，它都是强硬的，是不是？等到它碰到血的时候，筋腱被打断之后，哎，它的原貌就呈现出来。就出来的，它的弹性就不见了啊。好，但是它的底层呢，因为它的受损是在这一节最严重，哦，这一节，所以这一节呢，我们会使用呢比较多次的重建精华。不要怀疑哦，怕钙跟怕钙来就不行，赶快。
然后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们到最后已经练得比较滚瓜烂熟的时候，其实你们触感就很清楚。那就刚开始在学的时候呢，请你打第二次的时候，请你要拉看看，然后刚跟你刚刚第一次的弹性度有没有差别？啊，有没有差别 ？OK， 好。所以这次呢，把我的就打了两次，上面呢，就不太需要，只有在把我的地方，哈，好。甚至我会打到三次，好，三次。对，没有人想要问我，哎，有上过课的不要问，没有问的问，老师要练举重在树上，然后那个手机在吹，有没有人？有没有？有没有人这个疑虑？为什么要吹风机？啊？谁问的？啊，你问为什么？为什么？好，等一下我告诉你哦。我问你，水分子比较大还是氨基酸的分子比较大？水，对不对？水分子比较大，对不对？氨基酸的分子是最小的，是不是？当你的头发湿的状态的时候，含水，氨基酸我们要开始上在发体上面的时候，它一刚开始会先附着在表皮，是吧？因为水分子太大啊，所以氨基酸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吹干的，但是不是吹到全干，我们主要的功用就是在把水分给挥发掉。当你的水分挥发掉的时候，谁就可以进去了？对，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一次要先挥发水分的原因。这样转告。对对对，老师，我都没吹干，看得到？可以，太慢的，而且如果你可以百分之百吸收，你可能只吸收50%。因为水分也会随着空气而氧化，就是挥发掉，真是太慢了。等到你要上药水的时候都来不及了，看到哈？好，哎，这个把尾我放了3次哈。好，那上层的把尾呢，我上了2次。好，上完之后呢，我就要开始做怎么样补充胱氨酸的部分，也就是谁？细核是这样，超导胱氨酸，它要干嘛用的？还没有，你全部去给换了啊！烫热，烫发前要做什么？修补胱氨酸，对不对？还有什么？保水。油脂啊、哦，我们要补充它的胱氨酸跟油脂。好，一样哦，夹成2层，然后呢，1层1层慢慢的涂抹上。好、哦，超导胱氨酸就是这一瓶。好，这瓶4号，老师好。那老师量多量少有没有差？有。所以呢，这个就是要靠你之后的经验去拿捏它的厚薄度，不要过多，不要过少。过多会怎么样？滔不绝，好吧？来，我把我的量大概先用这样子的量，然后去把它过开，好，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发尾上。你会发现哦，它会慢慢的吸收，发底就会慢慢的变亮，它会变亮，好，它把发尾会慢慢变亮，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涂抹它，量不要一次太贪心，好，太贪心，直接涂抹在发尾。好，其实我们手指头啊有温度嘛，我们手有温度，它是最好的导入的仪器。最好的导入仪器，所以你要善用你的手温下去呢做按摩的动作。那氨基酸呢跟蛋白，你看它已经慢慢的变亮，看得到吗？好，它会变亮，我们的 body 就会变亮。当你看到你的 body 是变亮的时候，代表它已经有吸收了，它已经有吸收。好 ，OK， 那我现在就来上次，就是上我们的超导胱氨酸。那等一下上完之后，我就会开始选择药水下去上药水。那等一下我们模特只会烫大概一半的部分，因为我们要烫手，不会就只有发尾，就只有发尾。OK， 来吧。然后刚才看的时候，干的时候是完全直的，一洗完的话就是自然卷，还蛮严重的。好，等一下我们帮他做一个锁骨烫，就是烫在他锁骨这个地方，好，也是属于比较自然风一点的。今年2017年比较流行的烫法叫锁骨烫，有听过吗？有吧？那我可能会帮他做打底，可能就做一次而已，因为他头发我觉得
是 OK 的一次，打两次可能就太强硬了，他们看不倦。两三段呢，我必须要选择要垂下去做鸟配，好，所以做鸟配。那我现在选择呢是中度受损跟严重受损的，好，中度受损跟严重受损。哇，等一下如果按到那一笔，我就挂塞了。那一笔是活死啊，按下去还得了？好，那我们现在先帮模特先上药水了哈。我们现在分段要上药水哦。那因为发尾呢，就是它的下半下上，就是下半段在后脑区的部分呢，这个区块呢是非常严重受损的，所以这个区块呢，我是另外有调配药水哦，另外有调配。那在中段的这个部分，我选择用中度受损，好，用中度受损。那等一下你们记得哦，台湾人就奇怪，进几只点点的水水的自然啊，我说烫起如烫卷。等你的三只布，然后我只讲，我甲讲一句，哎、欸，你敢那无三电呢？哪里无够气？很多，很忙，这个经验 ，OK， 好。因为足够迄个亲情，我再把讲回了，伊也好得无气 ，OK。我就不是常用的。看完你的感觉，你的感受？我觉得这次看完我的法子变好了，然后变得更轻、更柔顺，然后有光泽。因为原本我的头发就很受损，然后没有像这样子那么的亮，第一次烫发烫到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谢谢。谢谢，我也会很有成就感的。有没有感觉他的发色变得更保水了？而且这是直接烘干，我没有碰到梳子，然后前面上面根本碰到梳子，这是用烫发的方式，排列方式来，对。不是问我了，完全在问我。然后呢，我们有上了细胞膜跟卷卷乳，所以它的做起来的造型的质感就不会降低，不会降低。来，头动起来，不睡吗？被杀美女有没有杀？有。被。我有什么造型品？掏钱给你听无？我就病了。用了这两个东西之后，头发是轻硕，所以它的卷度就不会僵硬。对，烫发的流程，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诉求是流程跟你烫完之后的造型产品也是要叫顾客带到，对不对？你没有叫顾客，我们大家设计师都很厉害，你可以不需要造型产品，就可以直接把客人烘得很漂亮，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烘的时候，我们的手就是你有做会有做造型的动作，所以就可以帮顾客烘得很漂亮。但是顾客怎么烘？随便烘，所以风险就是所以如果顾客要回家自己烘。当然要，用点造型产品。我们今天的烫发流程最主要是诉求质感。我要全神贯注发功，你知道吗？所以不能分心啊。你现在在上一季吗？对，我在上一季。然后呢，现在呈现在转化的状态，什么状态？哎，怎么都没有人问我有一个很成就感的东西？哎，对，为什么？因为老师的手是无敌金刚手，我从来不戴手套，使用生酮的药水，我从来不戴手套，长达好几十年，对啊，不用戴手套，对不对？其实很容易的，生酮的公司，生酮公司的产品那个药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如果真的人啊，五不贵命啊，你了解过啦，五不贵手还是花钱啊 ？OK， 好。那我们模特现在已经进行到就是在做软化的动作，那刘海的部分呢，我会稍微让它烫一点点的弯度，让它烫一点点的弯度。什么？我们重建打完了，对，然后重建，对，然后现在上卷子了，上卷子，
找咖啡来。有没有觉得冷烫比较好赚？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冷烫你可以把这套流程带进去，但是你们的 DM 是我们是不是有十二道功法？对，对不？十二道功法，但是有一些东西放在它，比如说我们头皮小贴纸，因为我们这个没有要烫到头皮，所以它用不到，但是它就会用得到，了解吗？然后你的超老高氨酸，它会用的比较多，它的用量会比较少，甚至如果是完全健康法的话，就可以省起来。所以十二道功法要会灵活运用，不是就照噔噔噔噔噔，按你烫出来就是自私的。我们烫头发学的是理论，是要活用，是要活用，所以不要什么东西都给它抠。这个冷烫超老多，超抹太多的话，顾客明天还会再来。来做什么？来给你们，来，而且还跟我这边挤，跟我们，所以我们美发业哈，有时候各种东西该加的时候加，加在这边加多一点，这个头皮小天使就可以加，因为冷烫药水会碰到头皮，那有时候我们最怕说客人的头皮是敏感性的肌肤，之前在烫头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顾客拿起毛巾就一直擦，一直擦，会怎么样？破皮，破皮之后红肿，隔天发脑。你那个客人，如果你在他当下没有叫他用，你没有帮他用清水喷，冲清水，你他就这样子，他真的，会过敏哦，而且。隔天，给他处理，不是隔天没娘，还要赔偿哦，还都不会钱哦，那没法可怜哦，可怜哦，所以有的时候小细节大关键，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多给客人多付出一份的关心，你可以赚到更多。你看看他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流程都是多了好几份的爱心。我们帮顾客 的头发完全的照顾到，包含从你的第一道你的去细理，对不对？去细理，然后第二道复活洗，我操作这个美女她不见了，不知道跑去哪里。我操作她的话，时间七五三。我分三次加三次的时间，所以是七五三，然后温度是九十、一百、一百一，然后你们会要依每个顾客的发质下去设定温度，客制化的流程不会每个人都一样，你重建打的次数也会不一样，客人付比较多钱，就会打的比较多，来吧，阿娜。付一点点的，就重建加水，好。不要后悔改了，没有，后悔够，后悔够。不可以重建加水，你加了，好吧？温度太低怎么样？温度太低不会起什么作用？软化在我们一季的时候就要完成啊，是在一季跟温度没有关系，温度是在塑形，温度在塑形，对，冲掉软化，我的是软化，这个冷烫我们直接上卷嘛，但是你也有那个用 QS， 但是我会觉得你烫软化的起来的话会比较好控制，而且比较保水，对，还有。七分、五分、三分，六分、三分是加热，第一次九十、一百、一百一，所以减一
90度7分钟，100度，5分钟，110，对，753，三，等冷却，等冷却。刚刚都有同学在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等冷却？要等到多冷？对，摸起来不烫，摸起来不烫哦。而且包含你在上二剂的时候，也是要完全等冷却，因为你二剂如果有温度的话，会加速它的氧化作用，你的二剂 的那个氧化就会不完全，电电接起来就会哩哩啦啦，就会松松垮垮的。所以汗温烁，洗会很漂亮，但是你必须要控制到很多小细节，而且人都不要走开，因为你看到的话。你看到的话，球场多余你跟他收的，不管你今天是做的是内医美还是内男医美，全部他只要球场都多余那个，因为我们跟他收的是几千块，他球场是几万块，对不对？所以在烫这种流程的时候，像我要叫一个老师讲话，他都不讲，他说他全神贯注。你的物质很烫，加热。很怕，尤其是瘦身法。你们知道加热的原因是什么吗？大声一点。怎么会加速软化？来，加热它只有一个原因的，什么原因？我跟你讲，打开毛孔，对，打开，我跟你讲，碱性物质，它为了它的目的是什么？碱性物质哦，碱性哦，不是乙硫醇酸哦。碱性物质是要打开头发的什么东西？打开毛鳞片。那你为什么要双重打开？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好了。我们天生的毛鳞片呢，如果你是我刚刚早上有讲初孕的那个健康法，它天生就是毛鳞片是外翻的，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微微的张开，除了细软法以外，它是怎么贴的？对，那我们的碱性物质，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剂里面，它就含碱性物质，还有一个成分叫做乙硫醇酸嘛，它就是在切断二硫化键的东西。那碱性物质它就可以让毛鳞片呢打开了，因为 pH 值高，所以为什么你看，像你洗头啊，会不会打开毛鳞片？也会啊。那洗更热的水也会打开毛鳞片啊。好，今天你的目的。是要切断二硫化键，你要切掉二硫化键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打开毛鳞片？对不对？碱性物质它就可以打开了。好，今天我的毛鳞片是微微张开，甚至于有些瘦身法它本来就是打开开开的这里嘛，它根本就不需要打开。好，碱性物质上来之后，它在15分钟的作用，毛鳞片就会渐渐的怎么样？打开成这个样子。它为了就是要让我们的乙硫醇酸进来切断二硫化键，对不对？是不是？好。今天哦，老师讲来教阮，哦，唔知多济老师教我知啊。以前老师我就是爱教，有最凶的就是爱教阮，好爱教15分哦。哦，是哦。它本来的碱性是打开刚刚好的位置，好一加温子啊，好了，对呀，好了，好飞上天了，对不对？好，等到时间到了，我测试了，有卷，对不对？好，二剂是不是酸性？酸性是为了要干嘛？本来我不加温，我的毛鳞片本来是开这样子，正常值我就回到我原本的位置，甚至于可能会再更宽。但是你今天一加温，它跑到这里了，酸它能多酸，它也只能让你回复到这里。头发就是我们的健康，瘦衰。所以你只要一加温，头发会越烫越健康，会越烫越瘦身。所以碱性物质跟热这两个物质啊，就是一个热嘛，一个物理的物质，还有一个是化学物质，它都是只有一个功能，打开毛鳞片，这样子，这样懂，懂吗？那你们猜猜看，它的法则我用什么药水？严重瘦的那种，中度瘦，对不对？我有分段，好，分段，你看多温和，现在经过10几分钟，已经超过10分钟。所以我早上有讲三个非常怎么样？非常的不是，我早上有讲三个非常啊，这组药水非常非常。非常
跟胃肠怎么样？温和。哎，弟弟哈，所以你看哦，以他的法性，他可以撑中度受阻的药水，撑到现在十分钟，还在慢慢的跑。你看他就多温和。那他在这种温和的环境之下呢？哎，他的毛鳞片呢会很温和的打开，也会很温和的软化，所以不要赶。OK， 好，现在请问。十分到了，那我们再让他，哎，你看哦，我调的药水刚好可以让他撑过十五分钟。十五分钟之内呢，我们的乙硫醇酸呢，可以80%的去切断你的二磷化键，它那些就完美啊，就不会有过度软化或者软化不足的地方。OK， 好吗？那我再继续测试哦。OK。要听我讲话了，我的扣票算完了，没有证据的，果然。郭老师，认得他吗？有没有用过？超好用的！如果你坐在任何抗法、染法，拿它下来做水疗，水疗，医师诊的娟娟，来，这个做水疗，它可以当护法，也可以当保养品，可以当抗染后的护法做水疗，很好。到时候我们 Nico 老师又是 Nico 老师，你都早上 cue 我多次呢。但是 Nico 老师会教，我怕我讲太晚，他一定会听到口。不会啦。水疗，看字面上来讲，它就是有水，在你的冲水台。加满水，你这罐倒到了可能嘛无够严重。加大概三分之一的水，把你的头发泡在上面，然后去做按摩，然后泼水，就是利用浓度高会往浓度低的原理。你这个在水里面有加细胞膜这个营养物质。是不是它浓度会往头发浓度低的跑，对不对？所以是利用这个原理，渗透的原理，它会渗透进去，所以它会吸的满满满的水分，而且它的它也会把你的头发的那个毛鳞片粘合，所以毛鳞片粘合起来，头发就会怎么样？就会有光泽。就会有光泽，毛鳞片粘合起来，就刚刚尼克老师讲的，你要长得像大鹏展翅一样，还是要像遮的样子？我们在吹头发，都在顺毛鳞片，没有人要逆着吹吧？有没有人要逆着吹头发？逆着吹头发会越吹越毛，所以我们在吹头发的时候都是顺吹，顺吹，包括我们眉宇那个，我们都是顺吹，所以就是需要动到梳子，它就会很漂亮。等一下，你就看到 Nico 老师会展现他的功力，更强、更厉害。什么功力？就拉。就拉吗？哦，啊，所以就是医师诊的细胞膜跟卷卷乳。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漂亮美女，我们就是上那两样东西。然后是轻塑型的造型产品。如果你要强力造型的话，我们还有那个氨基酸塑形乳，还有我们的那个。泡沫雕什么都可以，泡沫都可以用，只是说因为它的那个硬度会不太一样，喜欢轻塑的就可以选择这个。然后我们查理老师已经好了，上卷上好了，很快啊。哎，我这个卷子我排列方式是以斜线向后45度去做分线，去做那个卷卷子。对，然后前面的刘海它是拨左边，但是我是反方向看。靠一个吸，大概一圈半左右，然后反方向烫哦，烫完之后拨回来，它就会自然的斜刘海就出来。好，用过，记得啊，都用过。它但是它的二剂有不一样哦，记得吗？二剂没有，从二剂，二剂我们有分酸氧系统跟溴酸钠系统。有溴酸钠跟双氧，那在我们的健康法里面是用双氧，双氧对吧？对，都来，我还记得。双氧跟溴酸钠的差别是，
溴酸钠它的作用氧化作用时间是15分钟，15分。双氧会在5到7分钟，放太久会造成头发脱水。所以二剂不是放越久越好，各位设计师。唔当你若咧无闲时阵，甲人咧讲，哎，赶紧海年咧冻球啊，去倒去冻啊，阮嘛是要球尔，啊，袂变安那。会毛，头发脱水之后就会毛，但是这也是一个商机。是什么商机？各位，头发、头皮的养护，那大吉啊，好。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一套，那你再把二剂放了很久。你也有没？那可以说，我没差，我开到这么多钱，对不对？所以它有它的最长的氧化时间。所以双氧是可以放多久？5到7分钟。那溴酸钠呢？15分钟。各位设计师都记得了，你都是我们台中的精英设计师哦，都是精英，每个都是精英啊。所以这个。这些理论到时候来上 Nico 老师的课，他会讲解的更详细。我只是把它从中抽一些起来讲，但是这些理论我们设计师都知道，但是有时候你们会忽略，因为为什么在忙的时候就会忽略，然后因为想要赚更多的钱，就把那个钱已经收到的先晾着，可是你不知道。烫发是我们的所有消费价位是最高的嘛，但是如果说你烫发的价值质感有帮他做好的话，多个300-500，甚至于我们今天整套的流程会多到1500-1800，都可以。所以你如果把这套流程全部都把它学会融会贯通了之后，你的头脑思绪会贯通很多，就好像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脉。因为我们这套理论，这套课程是教流程，当中也会带很多理论的东西。然后我们设计师每个人都很会做，那理论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比较欠缺，因为从外去看看不懂啥菜，我们比较懒得读书，还切换的话也爱读。所以有的时候理论的东西我们设计师会比较欠缺，所以如果你想要加深你的理论的东西的话，当然来上Nico老师的课你会学到很多。当然因为他保有非常的受训，所以我有做调配过，然后我碰过嘛，没有调配配方听了小课，我今天听不到的风球这样。好 OK， 好，那你看啊，经过调配过的药水还有经过我们中度受训的药水，他的时间足足放了15分钟后，所以我刚刚时间一到，软帽完成之后，我就喷上我的几号 ，5号还原经理，好，还原经理，还原经理的使用时机很重要，请你们把它笔记起来。你万一把你摸来修口，你知道不？不来上课回去之后乱用，就会说一年你该做拍一年嘞。好，我等一下再讲起来，讲几分好来，再来。使用时机也记得哦，第一，一定要在你100%确定软化之后才可以喷，包括发尾送。当然，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多段发，已经过的要先喷。对，假如说有一两段吧，但是我其中一段3分钟就已经软化完成，另外1分钟要10分钟，3分钟也要先喷。记得，你不要说没关系，我到10分钟再喷，拍谁他已经很过度软化，所以你要记得，只要你判断他已经软化过了，就是80%他已经软化完成，记得先喷上还原精灵。那等多久？10分钟，好，10分钟，对，还原精灵喷完之后一定要等10分钟，10分钟之后冲水，然后用我们的复活洗清洗完之后就 OK 了。你太早，比如说哦，我今天就不用，我先到喷喷的后啊，就是还没有软化好，我先喷，不好意思，它就不会再继续作用，因为毛鳞片会怎么样，会被关闭，它的药水就进不去了哦。所以要记得，
黄月经理的使用时机非常敏感，第一一定要软化过了，已经确定100%的软化完成，才可以喷上黄月经理。喷完之后均匀的喷洒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它的发尾慢慢慢慢在变亮。它在做什么？这十分钟有几天底下在纳凉呢？十分钟它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啊？吸你牙？哦，吸引。吸营养啊，吸营养，吸营养，好，不是吸营养哦，它不是吸营养，因为我们的还原经历里面呢，有很多的小麦的氨基酸，啊，小麦胚芽的氨基酸，它在这十分钟里面呢，除了它里面有一个酸碱平衡的一个物质以外，它里面还有就是很分子在更细小的氨基酸，氨基酸我早上有说过，氨基酸在做什么作用？氨基酸在丢什么东西回来？便当都是我便当吃了吃了我没去了呢，氨基酸可以拉什么东西回来？寒力啊，所以它在十分钟之内它在慢慢的把它的寒力呢恢复到最佳状态，所以找人经理比较笨蛋的呢，它不是白等的哦，它除了在 那个平衡我们的 pH 值以外，它还在拉我们的弹性度，拉到最佳状态，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它的法底会慢慢的变亮？它不好啊，有啊，它的法底会慢慢变亮，十分钟之后就直接冲水了，冲水之后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开始上水了哦 ，OK 可以吗？啊，好，我们做冷看不冷硕有没有啊？上我们是有打那个打底冲精华了，打完之后你上完卷子头发是不是都干掉了？那你还要再喷水吗？那你们喷水是又把那个冲精华给又弄掉了，稀释掉了。所以我们在纯水里面再加一些冲炼精华有没有？当做喷水，水向上喷，再次补充。刚才你喷的那个是再次补充到水分。蛋白质，对对对对。这就是修配包，上一期之前，弄在水箱里面，对，加水，对，上一期之前哦，听清楚，上一期不是上一期哦，上一期之前，喷完再补充，等于是说再次补充，因为你没办法直接上这样子，它上完卷子之后抹重建精华了嘛，所以你必须要靠水。稀释它，让它可以渗透过去，对吗？所以是上一季之前喷，会加再次加强它的氨基酸的补充，所以这样烫起来头发的，刚尼克老师讲的弹力会更好，了解吗？然后再上完之后再上一季的药水。刚刚尼克老师是不是讲说血不需要加热？有没有发觉到？为什么查理老师的姐要加热？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没有跟刚刚尼克老师讲的这个样子有没有冲突？嗯？哎，你刚才问到了吗？他的头发是比较健康，所以他需要热来加速打开，了解吗？并不是说所有的冷汗都可以加热。它如果是健康的，你就可以加热。还有，冷汗药水是什么？是什么体态？冷汗药水是不是液态？我们的那个 H 药水呢？不是说药水是什么？膏状，哪一个附着能力会比较强？对，所以它的液态需要靠加热来加速。加速，不然的话健康，因为它一剂的作用有作用时间，一剂有作用时间太长，超过了它的那个乙硫醇药效到了，对，乙硫醇进不去，而且药效也到了，它就不会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碱会继续作用，碱会继续作用，碱会怎么样？破坏发质，造成你的头发会枯黄。干，一剂会造成头发枯黄，二剂，我要讲太多了，二剂会造成头发脱水，
所以不用挑战。OK， 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所以他们两个基本上做的理论有一点冲突，但是条件不同，答对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量身定做，量身定做。为什么他的量身定做需要加热？为什么他不用？为什么尼克老师都不用？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因为你的药水形态本来就不一样，客人的法质也不一样，而且药的也不一样。冷烫热做的原理本来就不一样，一个是烫气片，一个是烫二硫化键。对，所以量身定做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来上尼克老师的课，就会学到很多。用过了都说好，按哥全程缺货，缺货。真的是缺大缺，而且，哎，有用过的请举手。哇，优质客户，所以它的使用方法，不用加热，是的，直接在冲水台施法操作，冲水台施法操作，头发分法术，分段操作，直接按摩。3到5分钟按摩，了解吗？你一定要加这个按摩的动作，没有加这个按摩动作，就像那个光等，就好像在做润丝，那这样就会很没有价值感。我们最主要是做质感，质感。所以你要做任何一项技术服务之前，一定要搭配产品，产品搭配你的话术就是什么？价值。就是你的价值，价值是因为当你的话术搭配你的产品所讲出来的，有讲才有价值。如果你在帮顾客直接他躺在那里他都看不到，你直接将涂抹上去泼一泼冲水拿来提供顾客啊，你觉得你做什么顾客知道吗？不知道，一定要用讲的才知道，对不对？所以奇迹是要靠这个奇迹的东西，是要靠你的嘴巴讲出来。因为顾客会到什么时候看到？用眼睛看，坐在那边的时候用眼睛看，用手摸，这是要让顾客给他的触感跟视觉。那我们的话术是在听觉，然后让他有感觉，对不对？然后他才会有所。行动叫怎么样？行动。对，所以奇迹柔感原意就是要这样子使用。这一笔的话，我会建立在洗发后使用，洗发后，但是不要坐在这个，因为你如果做了这一套流程的话，你做了这个，你顾客会感觉不出来说我是做这个发质好，还是做这个。所以我们建议说把它分开使用，就当平常顾客洗发时使用，3到5分钟，对，按摩就是，对，按摩头发，不急，按那样，千万不要去做到头皮，我们护发公司都不会做到头皮，因为会怎么样？会出塞，然后严重的话会。黑皮球掉掉，对，严重的时候毛囊堵塞的话会造成掉发，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做发中跟发尾。特殊的东西哦，为什么两堂课他会特别在一堂课特别的钻研？因为他除了他的手法以外，他的观念很重要。你一个不小心拍谁，他就是一个失败品。那我刚刚呢，在融化完之后冲完水之后呢，我在上学之前。我有先擦了一段的东西，还公米啊，什么米啊？超先生，超氨酸，好，它是在补充什么东西？油脂跟什么东西？光氨酸，对不对？那我在上卷的时候呢，我再去补它那一道呢，重点它是在抗热的动作，抗热啊，我们的温缩基础是温缩都很高的。
对不对？所以呢，超导多恩酸它可以抗热大概有200度的温度。但它温缩呢，你看五千米温刀的小朋友呢，很专心在里面。对，你要不因为只要一卷不热，重新再来。OK， 所以你看我刚刚一直很专心，我在现场也是这样啊。那你可以问模特，当我在帮他，如果他是我的客人的话啦，当我在帮他服务，哎，记得讲了一个5300公克啦。当他发现我这么认真的，一上完药水一直站在他旁边关心他的头发，摸他的发框，你会不会是五千块花的很值得啊？会，对不对？所以他感受得到哎，你哪里个消费力量来给他放他点钟，他过来跟我，我跟你讲，你两千块就好一点啦。哦，事实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研究它，就是因为它细节太多。那这个细节，我们在课堂上呢，就会一一的。我说实话哦，上过我的客人都知道，我有问题啊。你不会，我教到会，因为我的宗旨是教会，而不是教完，懂我意思吗？我来刚刚你点掉，啊，你哪要我要跟着他去搞阿公。刚刚呢，有很多同学有跟我要赖，而且被高峰行诉一样，所以啊，刚刚有要我赖的人，记得啊 ，cue 我一下啊，我是中辉的学生，不然啊，北中南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谁是谁，你知道吗？后来干嘛，啊，跟小姑那的就这样啊，啊 ，cue 那个咪啊，雅婷他们就这样，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谁，而且你要跟我讲，你是中辉的学生啊，我就知道说哦。今天也教你们什么东西，好，那我现在一样进行三段式加温。很多同学会觉得说，老师不是一次加温就好了吗？哦，为什么要三段式加温？就像你的23，你在熨斗在熨衣服的时候，你会一直放在上面吗？不会嘛，会移动，对不对？会移动，因为你要把它的温度呢稍微平均掉。再来，你的手搭口的时阵，手搭口啊。有没有？你会不会让它有冷却的时间？会，所以为什么要三段加四加温？就是脉搏一直呈现，就是呈那个呈现在很热的状态之下。那我的模特兒呢？我是第一个温度是从80度。那温度呢？这里有白板笔吗？为什么要三段式加温？哈，有些同学比较不能知道的事情。这里有白板笔哦。好。等一下呢，刚刚阿贤老师在里讲我的第一次加温啊，我的第一次加温是从80度开始。那我为什么要分段？80度这个是在做怎么样？对，它是在算暂水期的，不是。你的头发越湿，甚至是会滴水。如果你用很高温，一下子让它怎么做，也不是烫到头发，是头发会爆掉。本身水是一个爆点。那你啊，学学不要出国的感受。啊，会要出国的感受，都没人感受。你是不是就怀疑讲你高肯都没有出国？我们。锅子很热的时候，你用水啪，它会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水是一个爆点。当你的水汽越多的时候，你又用很高温去执行这个动作的话，很容易就爆。所以一定要第一散水器啊，散水器。然后第二次的加温呢、啊，就是要做什么动作？啊，我会第二次就会到100度了哦。你们觉得第二次在干嘛？塑形啊！不对，做什么？塑干。塑干。塑干，好，要塑干。第三次加温才在做什么动作？啊，对，就是第三次。温度不一定要增加哦。我们的温设新件呢，经过100度的高温，100度以上，它就会永久定型。所以只要有超过100度就可以了，好不好？好，第三次我保留，因为等一下我要看一下它的状况。好，所以为什么要分三段式加温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有分三段式加温的话，你们在烫发的过程当中会比较顺，而且发质会变得比较 Q 弹。好，比较可以看。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奇迹，对不对？奇迹有101，我应该相信呢，现场200个人应该不到10个人有用过吧？有用过吗？
然后每次我在中这种东西，我都会被他们骂，中什么了，乱七八糟，因为我从来只做这个工作。哎，这个都是我们现场的那个组织他们在做的哦。那我们现在也是加温五分，我每次都大概五分钟而已。那我现在要进行第二次的加温，好，已经冷却完了。OK， 100，100，100。好，第二次加温就是100度了哦。我们就是要让它烁干的，好，要让它烁干的。好，五分，每次加温就只有五分，最后在塑形的时候才会再做加强。那我们现在呢，模特都已经进到差不多的阶段了哈、哦。那你们下一堂课应该不会有这么多人吧？下一堂课如果一样是200个人的话，一样在这里集合。没有啦，包堂课没有这么多人哦。我都说了，一堂课要教得仔细又精致的话，上帝啦，我拢感谢自己十五个，不过拢老师是无可能你十五个啦，你唔好想讲遐尔完美。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一堂课，一般的学生大概25个，因为我可以每个可以照顾得到。那所以说，你们如果有要报名的，就要跟你们的业务赶快报名，因为说真的啦，太多人我也教不了，好，太多人教不了。OK， 好，目前为止五支产品，刚刚第五下来啊，冷冻液我好啊，你现在还没有冷冻的呢。OK， 其实它很简单啦，1、2、3、4、5，它就是一个浸泡物做大扫除的清洁，复活洗做洗发的动作。第三个就是重建精华，它是我们要打底重建的步骤，对不对？第四个是什么？超导多氨酸补充，多氨酸跟油脂。第五个就是我们的还原肌底，好，还原肌底。好，这个机哈可以让你们日进斗金吗？是吗？日进斗金哈 ，OK。营养上二剂，冷胖的二剂。小李老师在药水里面有添加细胞膜，细胞膜，它在里面有添加细胞膜。这个添加细胞膜的用意，有谁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添加细胞膜？会不会影响甜度？对。在你二剂的时候要收敛，要关闭毛鳞片的时候，细胞膜可以让它关闭得更完美，可以把它的腺基的接触物质粘合得更紧密，所以它在把二硫化键接回来的时候，顺便关闭毛鳞片，还可以达到增量的效果，了解吗？然后不要加太多。适量就好，大概一个10元硬币，大概几个，大概5cc 就够了。加太多，你们会后悔。对，那明天我会再来找你，因为你的卷度需要二剂，再把它的二硫化键接回来。你没有接回来，它一冲水就垮掉了。垮掉了，它这个明天就会回来 ，OK。所以不要加太多，加大概5cc。不会有人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5cc 是多少，听到懂啊？阿伯的有准呢，按2下，两下，阿伯等一下，反正等下拢是钱，你若要试较济，等较少的，OK。所以。不要加太多，重点就是不要加太多，加太多真的会影响你二剂的作用。然后，陶丽老师，那现在这个已经到接近尾声了，他上完之后，我刚刚讲，我们这一个，陶丽老师，你这是双氧的吗？还是那个硝酸钠？硝酸钠的，硝酸钠要几分钟？15分。哦，喝咖仔，别动，别停。好，15分。所以我们另外的健康药水的双氧系统是几分？7分。哦 ，OK， 还好，都记得。所以如果你们使用了我们的这个 HP 的这个抗法的那个流程的话，使用我们的 Q 波，那你就要知道说你拿到的是健康还是中度受损。那双氧就只有在健康有。中度跟受损都是溴酸钠系统，所以要15分钟。所以健康的是几分钟？
七分钟最长，最长，超过七分钟会痒，哎，过度痒烫，它会造成头发脱水，会造成头发脱水，所以千万不要跟头发开玩笑。你已经把它烫得很漂亮了，不要回在最后一个步骤，因为这是整个流程，整个流程都是息息相关，小细节大关键，所以你只要那个步骤毁了，你的本来你给它灌输进去的保水的营养物质，就因为脱水全部都解离出来。他说你今天要怎样子给干，所以你每一款，所以为什么 Nico 老师说他要很仔细的在那里照顾，因为你只要一个环节出错，你刚刚做的全部都毁了。还有烫发二剂是不是最后一个关键的，这个关键没有做好，氧化不安全毁了，你发质顾得再好绝对没有的。那你说我要电动去然后说啊，怎么卷度不见了？啊，或者在点弹剂呢？三大力要 seven 卷的，弹剂都不见了，太棒！对，连接回来不安全，它真的会松垮掉。你当下洗了，它已经垮了一半了，洗了三次它就全垮。OK， 所以二剂的氧化作用要完全。所以我们会跟你讲，要加什么东西，但是要适量，不是加的越多越好，不是加越多越好，是看法值。所以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说量身定做，就因为这个原因，不是每个人加的东西比例，还有我们刚刚 Nico 老师调的那个药水调配，每个人的比例会不一样。那像查理老师他的二剂，他加什么？细胞膜。那我刚刚我在做我们这美女的时候，我要快再偷加一点重建精华，或者你可以加红紫薯，再补充氨基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一直在补充氨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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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基酸要做什么？氨基酸，弹力嘛。所以头发最重要的是弹力，才会强韧，强韧，保水度够了，你的头发自然就会有光泽度。了解 ？OK。烫了一个西型烫嘛，然后是逆方向烫，实际上把它梳回来，它就会呈现一个细的光的弧度。你这样你看得到吗？然后我们后面的卷度，而且看起来它是增亮的，这样子的话，照到吗？哦，非常清楚。很亮哈、哦。啊，是。不用打光的，不灵不灵的。主要上来摸看吗？有没有人想要再去摸一下触感？哎，有没有？早上有摸的。有没有人来体验看看？早上有摸吗？接下来再摸摸看。啊，没有吗？有，那看到人过来了，怎么会没有？我们模特自己先摸了。啊，对。模特，对，说出你的感想。无麦克要怎讲？麦克给他一下。嗯，我自己的发质我自己很清楚了，变得很柔软。嗯，发质变好了。发质变好了，发质。那你们把今天呢我们所教给你的流程
还有大致上呢该怎么去修补这些动作，回家拜托明天练一下啊，有空练一下，不然你连0.1都没有，好不好？所以回去不要去丢的哦，啊，丢的你等于是把你的钱丢在那里啊。OK， 好，一定要去做比较准确的执行。那怎么做？如果有跟你很好的妈吉，就抓来做。人会盖卖嘛，不要你有假法术，哎呀嘛，啊，如果真的没有亲朋好友让你做的话，那也就是练法术。我想，可是练法术真的可以进步吗？可以，100%可以进步。为什么？因为假法术你可以去控制它的受阻程度。等于你今天要做一个模特儿，搞不好它不是你要挑战的那个受阻程度，对不对？所以假法术有一个好处，就是客人的魔法机，哎，你不要去假人头呢，剪假人头没有用哦。我记得我在上课的时候，然后呢，有同学，因为我千交代万交代，上课的时候每个人呢，每一堂课一定要准备3到5个法术，啊，我就说，哎，我一定要3到5个法术，因为我课堂上是在做钻研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所以呢，一定要烫真法术。就是法术，我们没有烫模特。好啦，中午午休，然后理论讲完之后，中午午休呢，我就看到有人默默的带着他的阿咪，拿着一只剪刀，然后就这样子把它剪下来。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可是你不是要法术？我说我要真人法术，我不是要假法术，我看假法没有用。”哦，从这个议题开始。真正进入的就不是在假法喽，练堂会有一点概念啊，啊，就是练钱而已。那如果真正你要去练到如何让你的法师越变越优质，你一定要操作真人法，还知无？所以我讲诶，无钱吃好用，你得。咦，我老妈讲诶，其实隔壁邻居叫来烫不用钱的，他也应该越乐意啦。但是如果不想要降低自己的格调，那就请你烫法术，练得很精准的时候。来的是被他修起啊，懂我意思吗？啊、哦、，OK， 你们在今天的课堂上呢，应该该问的也都问完了啦。有没有人觉得老师我还有疑惑的？有没有？我不点头也不摇头。哎、欸，很好，可是你要大声一点，太遥远我听不到。大声一点。把他拿他麦克风过去了。是因为我们那个客人啊，他烫了这一种，有的毛头还是塌塌的，那我们要跟他两种结合，怎么结合？这个会在我们的教学上面教你，不可以透露，不可以透露，你其实要讲的，你也没有办法意会，真的吗？对，我有做过这样子，可是我会经常来上那个老师的课，然后等着他教。通常你们会。最常做的哦，就是说他热缩，然后又让法根可以封。第一无非就是预期这样子。没有没有，我也是用冷烫。好，我说的是纯粹全部热缩的嘛哈。有些人就是上面烫预期，下面烫热缩的。好，老师我在预期等啊，我足巧的，我用法根夹，对不对？你们就只会法根夹。没有，我是用卷子冷烫卷。对。那如果我今天叫你不要用卷子，也不要用那个烫发夹，你该怎么烫？棍子，编辫子，哎呀，辫子。如果我的纹路又不要是有菱形的呢？啊，老师，不要卷心啊，不要吸管哦，吸管怎么固定啊？我是说发根卷吸管，然后下面卷卷子啊。那请问吸管怎么固定？绕完之后怎么固定？啊，热缩卷下去你的休息是吧？一定会嘛？塑胶的东西，我连那个棒子，连那个上完之后的就直接拆掉。我连这个我都不敢用塑胶的，我都拿那个什么？刚才有没有看到我的压那个防压棒？冰棒夹料有没有拿回来？对吧？哎，咖啡棒有没有？有没有很省？然后呢，每次叫完之后，我们的客人都会说：“哦，我跟那个什么梦梦，
有没有看韩剧的？有没有？妈妈是什么？娘娘啊。韩国的娘娘啊，就很可爱。然后哎，我在台北都还没有看到这种东西。你看这么简单，这么实用的东西就很好用。好好，回归正传。那个啊，美丽的姑娘，真的要学这个技术的话，请你到我的课堂上来。哎，这个是私下教的，这个跟这个议题也没有什么关系呀。只是我喜欢大家赚钱啊，好赚钱。因为很多人他们就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法根不会碰，对不对？法根不会碰啊。那如何让你们能看？哎，我今天不要利用卷心，也不要用任何的器具，我可以把法根给撑起来，而且撑起来它流淌之后没有违和感，没有违和感啊。也就是说，哎，它可以连贯。那是不是就是该学的？啊，如果说老师你规定讲不讲的，我真正无时间，天天下没有来吃午餐啊，一定的啦，对不对？我嘛要赚钱的，你两个来上课，我是要赚什么钱啊？对不？你嘛来上课，我才有，我都有套路啊，我不套路，对不对？好，所以像这种需要技术面的，需要理论面的，当然我们就是要深谈。那今天只是浅谈，那你们知道说？我昨天哈听到总监跟我讲说，尼可老师，我很感动的一件事哈，可是那个哈从事了三四十年的人哈，从来没有在上课的，只听到一句话，头脑可以越烫越健康，你功力越来越强，我惊你。我在现场啊，应该有了哈，啊，我也很感动啊，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一些老师傅已经有求知的欲望，撞墙撞久就会有求知的欲望了，那你？看每一家啊，为什么人家烫钱，每边两千块人顶起来哦，时尚。啊，我顶起就是阿朱玛知啦吼，啊巴士啊，我在看韩剧就知影吼，跟那个阿朱玛不一样。哎，人家烫起来头发亮丽有光泽，我烫起来怎么像稻草？哎，久而久之，客人还会去吗？不会，因为客人是很聪明的哦。来，再讲，再上一次好。那所以呢，像这种技术面的东西呢，真的是要花，不是啊，真的要花时间，然后呢，去慢慢的研究。那个上完那个，加热三次之后，为什么还要用冷气？哦，因为我时间很短，所以我让它瞬间冷却。哦，你是用冷通？我用冷通，哎，我用冷通。每次在现场用到冷通哦，冬天客人都会很痛苦，都会很痛苦。对，因为是要让水分更干吗？哦，不是，它已经干了啊，我已经做到全干了，为什么还要更干？我只是要让它的卷心温度迅速的下降，好，迅速的下降，就不会多等那个时间啊，好，不用多等 ，OK。你要整发型的话，可以用烘的，你也可以用手剥的方式，做成一像那锅煮头的那种一圈一圈那种感觉的，然后前面就当一个吸气烫。反烫啊，就呈现一个吸出来，完全没有吹，吹干能力。哇，然后刚好卷就刚好在它的锁骨这个地方，好，这边。你们可以看你们的投影，它的那个，你看它的刘海，真的就是一个弯，很自然，反波，能看到？你们如果太远了看不到的话，看你们的投影。那像我刚刚呢，以他来讲，我是有百分之大概70%左右，因为我刚刚一直强调烫什么，烫洗烫卷，他烫卷就老了啦。你看那个前面就一个弯，就一个热缩一个 C 之类，然后等一下自己剥完之后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的感觉。现在很流行，现在光靠刘海烫卷的非常多，几根头发的有这么高吗？有吧？没有，我那刘海一卷块，500块，就这样子，按那几根头发光，真的啊，我真的啊。我们杀你一个零，找我一个零哦，我烫，50，连冷烫都不够。来，你们刚刚有没有看我上学的顺序啊？有，你说说看。你镜头镜上大，我差在嘛摆镜头。你说说，我怎么上？你有上过我的课吗？上过一次。你们刚刚有发现我的卷，我的卷是怎么上卷的吗？日系上卷。上面那个台式上卷，你刚刚。
光了一团，敢那一米长同款啊，莲藕你知无？中间一颗足大颗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上面每一个圈珠都是蝴蝶的？而且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圈珠，一样的那个号码数，有没有发现？啊，你们再觉得自己回想一下自己上卷的样子是什么？有没有像莲藕？有啦，一个人台式上卷嘛，台式上卷就是呢，从头卷到尾，然后集中在中间，啊，然后起来就像主力等一样。然后烫完之后呢，拎到有句就拍油，蒙桃额卷度都放大，蒙尾拢收起，这样对不对啊？丢嘛，你刚才的主力等最内圈一定是最卷。最外圈一定是不卷啊，是吧？所以你们可以学习我这种日式的唱法的那个卷度的上法，这个也是在课堂上你们可以上得到的，因为你可以细细的去研究。好 ，OK， 可以吗？哎，那现场还有没有问题？没了，我们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哦。因为温莲模特呢，洗完之后脱干之后，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所以要问什么，赶快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我今晚上买药烟啊。老师问他，我就可以给我买药烟啊。对，好。造型乳。我不懂你的意思。一号。我不用啊。对，但是啦，有时候你如果发现它是那一种汗油真的很脏的，或者是哎觉得汗油真的抹很多，造型乳哎真的那个头发拿起来痛会疼那种有没有？就是造型乳抹的太硬的那一种，我会建议你们先冲干净，然后复活洗先洗一下再来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顺序是可以颠倒的哦。啊，如果是你发现那个宝物是这样子的状态，那你就是先啊，画师上宝，告诉你宝物，因为你肝脏规管不掉都不喝。来，什么东西？讲完了要 ，OK， 好，好，知道吗？复活洗跟浸透物呢，你们要当一个聪明的药剂师，也就是说，你如何去帮他做调整。我的调配，唔通懵懵，人讲一盒等一盒，伊明明他们安尼垃圾入到过，你去分一罐，你就得着钱了。对，一瓶分完没泡泡就是没泡泡，要聪明一点，先把它冲干净，然后先用复活洗先洗一次，先把大量的沙子啦、油啦、造型品啊全部先带掉，再来做深层的浸透物的渗透。它渗透完之后，你会输到有很多泡泡，对不对？那如果它泡泡也是很多，或者它的泡泡呢是比较绵密的，你的第三次，我第一次是用复活洗，第二次用浸透乳，今天第三次再用去复活洗，大次的再把它带干净，这样就会非常的干净。来，再好。但是如果你今天如果是做结构式的护法，你就不要再冲水台这样做了，记得它护清肺，一点开底液也是我胃上，直接加蒸汽。好嘞，拜拜 ，OK 嘛，哦，来，问题呢？没问题。你说第一次用那个头皮大扫除，那个不是头皮大扫除，那个就是大扫除深层的浸透物，然后用那个复活洗一次吧。对，然后如果我要烫微缩的话，软化完之后还再用复活洗再洗一次。对对对对，是洗的。我早上有说过，第一季软化完成或者冷烫，它已经时间到，已经成型之后。是不是要冲水？那我有教你们要用洗发精再带过。如果冷烫就是泡泡水，如果是热做就是用复活洗洗一次。好，我早上有说，第一季冷烫完成之后，或者我们在热做软化完成之后要冲水，对不对？然后我有说要经过什么东西，泡泡水，对不对？把它拿那个拎过来了。他在做什么样的动作？他，来，我看到他睡着。他在做什么？对，他，对对对，他，对，他在做什么动作？去碱。哦，很好。
呢，内衣学里面，哎，我要问哦，七位给他给你哦，请问有几道魔法？哎，后面那个举最快，对对对，中间那个小姐，对，几道魔法？我们刚刚有说第一季他带什么？带什么戏？剪戏，剪戏，对不对？请问，我问的那么高干单的呀？哎，我拢我问你们，我问你都没出来，后面都举手了，你知道吗？人家手拢板凳一拍呢。啊，真的。我手在听哦，牙卡啦，牙卡无？好 ，OK， 好啦 ，OK， 好。啊，我问三，伊就讲一种话。第一季是带解心，对不对？那第二季是带什么心？我无要问这个问题啦。这个时阵手拢袂听，哦，惊足紧的，哦，好快哦。好，第一季是带碱性，那第二季是带酸性，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好，问题来了，注意听哦。二季有哪两种系统？你，啊，你拢把答案讲出来，那我要举手去嘞。来，你好。溴酸钠。跟着好。酸钠，好，很好。妹，看，这样是不是能加深印象？大家你得到听没？啊，我知道。本来啊，本来那七个产品一直藏在那边，然后他们说哈，而且讲分钱嘞，讲分钱啊。你不知道讲分钱，感情较袂爽，你唔办，对不对？是不是 ？OK， 好，因为本来早上那个产品啊，那个赠品啊，是藏在那边，本来是没有要收，因为本来是时间有限。然后呢，我就想说哦，我讲咱老的本事，尤其是走人，走人，知道吗？走人啊！走人很奇怪哦，一定要送一个物件。我本来物件底下我就艰苦的，我一定要送给你们。我也是为你们谋福利。那因为200个人啊，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只有准备少少的赠品，少少的赠品。那这其实是一种鼓励啦，哦，是一种鼓励。啊，所以呢，没拿到的不要心灰意冷，好不好？不要心灰意冷，上我的课依然还是有礼物。我的上我的课啦。我不定时都会，但是我不一定会是送产品哦。有时候我会去玩乐的时候，可能去小琉球啊，我会买一些很精致的东西来送给我的学生。但是要考试啊，天下没有白吃的什么啊？对，就这里这里啊。所以呢，我都是怎么样？上我的课呢，要接受考试，你要有贡献才会有奖励嘛，是不是？对，所以上我的课呢，都会有考试的这个阶段。那考试，你考零分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你看一考100分，你钱也不会分我赚呐、啊。但是这是对自己的什么肯定嘛，对不对？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就是一个小小的鼓励，虽然不是很多钱，但是通常领到的人呢都会很开心，对不对？你们在一起走啦，对不对？啊 ，OK， 好啦，我来。棉花先摸，我最喜欢原汁原味。来，你们来摸法子。那你先点水哦。那个总监叫他不要躲，然后跑去哪里？啊？没去看场地吗？我们这个模特儿，等一下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奖励品？他真的很可怜，他要不要冲几次冷水？我们的全部都是冷水。那总监你逃不掉了，今天有4个 model。来摸一下法子。不相信的人、啊、不相信我说的话的人都可以来摸一下。来，第一，先摸门位，是不是有颗粒感？好，先，啊、小力一点哦。他刚整形完，整形完，知道吗？啊，先摸他的吧。我们还没有摸任何东西哦。我不喜欢摸完不给你们摸了啊、哦。我喜欢就是原汁原味让你们摸他的触感。当今天他是客人的时候，第一个冲完手。因为第二个头无穿裤，伊第一个动作会安怎？有没有？他就会这样子。所以说我最喜欢原汁原味让他摸，摸完你接话他就拿出来了，没有第二句话，好，没有第二句话 ，OK， 好，好了吗？怎么样？摸的人要讲感想，很软 ，OK， 很松哦。好，这是他的全部 ，OK， 你再擦干一点，好，擦干一点。好，再来。我们整形完之后回家，医生会告诉你怎么样要做护理，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帮他做烫后的护理。那我们刚刚烫后的护理呢，做了什么？那个茶枝啊，花枝的洗跟花枝的漱，对不对？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做补水的动作。一点来哦，你洗完脸要不要喷化妆水？要、对，请你的头发也要喷化妆水哦。OK， 我们先做补水的动作，再来抹油。油要做什么动作？啊？油是在做什么动作？补油，把水的什么样锁住？对，锁住。OK， 好。水会包油吗？没有。没有。我在店里面是很可怕的顺风耳，他们都说都不能在冲水台讲我坏话。我在千里之外都可以听到他们讲我的坏话，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讲。不敢讲太大声。好，我们开始做吹枕的动作哦。吹枕是给我。你那么小。好，来。第一个了，他。Thank you.
那你当然要回答一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有难度的，但是你可以看你的简报 DN， 请说出十二道功法的流程。哎，这款我是那个变得细呢，会会呀，要杀你呢。十二道功法的流程，那我要教什么东西？那教我好了。没人呀？我要找他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你要怎么看不到我？啊，这位不？这位不？一关。我要一关。念，请说出十二道功法的顺序流程。看前身成清化跟剪刀复兴者。你不清楚这个没看。叶明真还是不懂。十二道功法的流程。看前身成清化分剪刀复兴及砍刀。第二个步骤是看前把皮生成清洁。第三是烫剪头皮隔离防敏，第四施法检测护底及发质结构矫正修复，第五烫发要进一剂选择，第六烫发防爆调理缓冲，第七是温硕烫中烫热防护补充修复，第八烫发要进二剂选择，第九，再次强化结构锁损锁设功能。第十，看后护理基础三宝大宝护色洗发剂。第十一，也是看后护法基础三宝二宝聚会型保湿护法素。第十二，看法护理基础三宝三宝是瞬间护法。太厉害了，太强了，掌声鼓励。这东西真的是叫授给里面十二道功法，它的流程真的会比较长一点。但是虽然我们这个同学刚刚念讲是很冗长，但是这个步骤都在你们所有烫法的程序里面，只是我们把它分得比较细。因为有的同学就是他可能没有来上过课，或者说他没有做笔记，回去就可能那个神奇啊，那个神奇啊，就是也是说这个忘记那个忘记了。那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十二道功法把它详细的列出来？那你们可以回去看你们第一，我们的步骤都写得很详细，就是你的一二三四到十二。那中间刚刚 Nico 老师有讲过，有一些程序你不需要转换。有些要转换，因为要视法质的状况，好 ，OK， 啊，立克老师，怕了怕，噔噔我，没有他越来越漂亮，因为他电压真的有点低啊，吹很久。我看到立克老师的那个手波越来越漂亮，很漂亮哦，要不要来上课？要来上，来上公教，没时间，我来。我咧，若无看到迄个，我要买着伊。然后我有说，第三课没上的话，第三课就不要上。立国老师有办法的。谁说 OK 啊？谁说第二第三课立啊？那我请他来上。立国老师有办法，真的。想学这个吗？报名，后面，请跟我们的业务。大哥、美女、小姐，跟他们报名，先抢先赢，因为 Nico 老师的时间不好抢。他今年这你没看到他的时间，所以先报先赢，想学的就加油。先打电话的，不用等到下课，今天就可以接待你的业务。没有带到的，名额满了就赶快抢。各位老师，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今年的所有那个课程的课表。
那尼克老师现在这边就是下个礼拜二，那目前已经有刚刚有挺蛮多的老师都已经报名了，那第二堂就是在4月18号，好，那也是礼拜二，那这个时间就是大概我们都是从9:30就开始，那上课的地点因为目前可能看报名的人数，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更动，那这个部分的话就请各位老师可能真的要在这两天就赶快跟你的业务来报名。我们还参考统计人数，我们才能做后续的安排。那麻烦那个每个老师就赶快跟你的业务联络。这个尼克老师后面这两堂课是真的是今天的再次的精华版。那更多的秘籍嘛，因为刚尼克老师说很多的秘籍会在这个时候真正会把它传授给大家，所以真的请大家把握机会。越烘干越漂亮，厉害吧？掌声一下。那我先上电棒的时候，拨开了，我只用了拿两个单片，两盒而已嘛，是不是？好，我都没动到梳子吧？没有，有很严格的去帮我把关一下，我完全没有动到梳子。那基本上如果他是在现场的客人，我发现他如果是有自然卷的，我在表面一定会帮他拉离子，因为要增量，对不对？那因为我们这边场地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做表面的我靠发霉我靠干哎，你是睡了啊、你嫁了吗？只是今天没嫁，还是今天没嫁，还是还没嫁？你嫁了吗？我嫁了，我讲啊，这水也要扛到去吼，无可能啦吼，真的，这是实话。来，你坐正哦，然后我一下，等一下啊，原谅我再帮他里面吹干，他里面没有干。记得哦，没有拨干的头发，它会长毛，它会长毛，所以请你记得交代你的客人一定要拨到全干，好，拨到全干。刚刚在外面有看到我帮他怎么裁剪的吗？有没有很简单？有啊，有些学生大概有看到我怎么帮他做裁剪，很简单的裁剪，对不对？但是你们看到 APP 很多人在烫这种发质的时候，我们很羡慕，你这到底怎么烫的啊？啊，到底怎么剪的啊？怎么那个弧度可以漂亮成这样子？有没有很简单？很简单。所以很多设计师不爱搞零搞的呀，因为你力啊搞什么的裂口型的，啊，他会没得赚头。来，看一下。我完全没动梳子啊！我喜欢原汁原味，我刚刚跟你说啊，好，这个就有点像你们呢，对，这是手拨烫，有点像上完电棒拨开的感觉。那明天它会更自然，对，会更自然。好 ，OK， 这是我们的前面啊，看后面。今天的手拨，好 ，OK， 烫起来之后拨干就会像这样子，就像我们刚刚的拨法。那因为呢，你们刚刚有看到它的发色吗？有没有发现它的发色增亮了？然后增亮了，你们刚刚没有去摸到它的发尾，它的发尾非常的恐怖。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用调配的吊索下去做 ？OK， 那前面呢，一样是一个 C， 好，一个 C。
更多的一些烫法的观念，让你们可以在业绩上面可以日日增上，日日上升，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谢谢我们的阿贤老师，还有我们的卡里老师，还有掌控我们全场的金竹嘉华老师，还有呢我们中威的燕腾老师，还有呢我的宝贝了。还是我们店的设计师杰鲁 ，OK， 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